风云榜今日带来一周当红硬指标，当家女主播不惧十岁年龄差，上演浪漫跨国姐弟恋。怕，因为本来就是。华语当红硬指标第四名柳岩，上榜理由：跨国姐弟恋带男友 2PM 灿盛回娘家见人。本周唯一一位上榜的女艺人就是我们的当家美女主播柳岩了。5月25日，由中韩制作公司联手打造的号称中国版《我们结婚了》的大型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如果爱》火热开播，首发阵容包括 Miss A 中国成员飞、著名演员王阳明、张丽、孙坚等，而其中最受瞩目的一对当然就是我们的当家主播柳岩和韩国人气组合 2PM 成员灿盛这对跨国姐弟恋了。哦，所以在礼物外面还有一个项链。柳岩给大家讲，这是红双喜，这不是结婚的时候戴的吗？对，他喜字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汉字，喜是一个很吉祥的字，所以我也希望你每天都开心，然后爱情甜蜜。这前一天节目刚播出，我们的柳岩就坐不住，要把自己的小男友带回娘家，给光线的大家长们过目一番了。5月26日，柳岩带着男友灿盛一起参观光线传媒，并且还拜托主编大人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男朋友，要发芯片了，多打点歌，还真是让榜姐好生羡慕啊。1980年出生的柳岩和1990年出生的灿盛，他们之间的年龄跨度可是相差了快10岁。It's not secret. I'm older than you 10 years. 对于如此大的年龄差距，我们一向性格直爽率真的刘主播可是丝毫不在意哦。会不会怕就是外界评价你老牛吃嫩草之类这样的？不怕，因为本来就是。因为年龄差真的摆在那儿吗？对，별다른차이는잘모르겠고요사실서로생각하는뜻이다르고대화가잘통합니다나이차이好吧，既然两位都如此洒脱，那榜姐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祝福你们的同时呢，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看到你们更多的精彩表现喽。